皮皮说就不能唱完这首歌再出字幕吗？皮皮，你感谢雨夜啊，给报了。你没有发现你的视频已经上不了热门了吗？你没有发现吗？你有没有发现？你录我那些这个就是这个视频，然后抖音视频上不了热门了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我想知道。你知道呀？那你知不知道我的视频也上不了热门了？发没发现？唉，非常惨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啊，我就不说了，然后希望在我会改变一个形式去发那个抖音，然后就有可能去上热门了。